Hello，我是陈佛啊。其实，下雨拒绝了很多车，然后今天这些朋友硬要挑战一下，我觉得最多就那个牧马人能上去，最多就是今天上不去，不要强行去搞了，因为太滑了。对，我昨天已经拒绝了差不多七个车队，因为下雨，昨天我摩托车都摔了一脚，可以看一下。那就去试一下吧啊！好，牧马人先上试一下。不行就撤下来，好吧？啊，对。啊，牧马人啊！看一下路，对，看一下路。走，你肯定还早一点，跑的还多少？前面那个安全标识啊，都看一下啊。其实，Hello， 大家好，陈佛啊。今天来了朋友，其实昨天拒绝了很多车队，因为下雨了。其实真的下雨，建议大家不要来，因为他们说让这个牧马人试一下，就让他试一下。因为我还没有装护栏，因为其实护栏材料都有拖过来在后面，但是装护栏比较是个专业工程啊。我们一直在等这个施工队，他们现在在外地在装，装好之后就给我来装。看一下这个路，你看下雨之后这个路，下雨，这个还是最开始。对啊，对啊，来的师傅都说这个哪里能爬，这个确实跟那个视频中不一样哦，特别是下雨之后下了特别危险。没下雨都好滑。对，啊，师傅说走路都走不上去。不要听说，防滑链还有还找的。师傅都说装防滑链可能都不行，所以在视频里面看其实比较容易，其实现场比较难的啊。走路都滑，走路都倒，那你还没有到那个最，这还没开始嘞，这其实还没开始，啊，这还没开始。三天两头刷了你的抖音，我看。看，我就说今天最多牧马人能上去。这个其他的风来了，就是我们那个日晚宴，我跟你说。那个皮卡车都有点，皮卡车都够狠，够狠，啊，真的很。就这里是，这刚开始，这不算堵的，上面还有更堵的，还有更滑的，全是那种黄泥巴。所以你看牵琴都搞不上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像抹了猪油一样。不要来搞，对吧？对对，下雨真的不要来搞。真的太危险了。太危险了。因为主要我还没装护栏。这你看这怎么搞？你说对啊，这怎么搞？这装防滑链都搞不上去。不是，你不下雨，你下面也最多就牧马人和皮卡能上，其他的车也上不了。我看到的。上面还堵一些，你过那个弯，你看一下，还堵。不下雨，他们的小车不是可以上吗？那是技术非常好的，也只有那么几张能上了。看抖音看小车都可以上去，但是你要想来了万把张的车，也就那么几张车能上去。全部都上面，就在这个地方打不上去。哎，那个上面还堵些，你可以去上面看一下，可以去上面看一下的。啊，他们过那个弯，那个坡有多陡，你看一下。那个比这个堵多了，这个都不算堵，这个才刚开始。你看，这像这车子一槽的话，就像抹猪油一样。是，这没槽还好。你看这个他妈的，走路都这么，走路都走不稳。下雨，下大一点还稍微还好一点。对，刚才把这泥巴冲走了之后还好一点。现在关键是全部跟泥巴全部。走路都走不稳。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走在外面。上面还堵，还堵啊！这个青砂石，这个青砂石加泥好堵。行，我们来看看有哪。对，这个，你看这上面，爬得上吗？你看怎么爬得上？但是这里还好，你把那个泥巴冲走了。就是不是，那上面还有黄，那个比较滑的地方，但是比较远。
就是下来不好下。就是牧马人最多牧马人能上去，其他的车都上不了。来这里来试一下。下面摩托车，你挡车了吗？哦哦挡，哦有车要过。是到这里，倒车十几个万。在这里可以，倒可以倒。一把是想的就想，一把想的不要想。那下去让牧马人试一下吧。挑战一下，这个泥巴。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挑战，今天下雨主要是，太狠了。哦，好好，你搞到我站在这里啊，那师傅说开到我站在这里，那个倒问题不大。来，我这儿有伞。昨天发的不是一个宝马搞上去了？宝马 A3 系。啊，对。你看五系可以啊。五系，我这五系不行。你们车上没带伞吗？两次跑的没了，看那个淋着雨也可以。淋着雨也可以。哪吒，你不下去，搞到这里试一下吧，搞到这里试一下。这兄弟开啥车？啊？你是什么型号车？现在。哦，那就真的不用试，第一个坡都上不来，我估计。把这个能拐上去都不错了，技术不得了了。牧马人来了啊，牧马人试一下，其他的车就不试了。牧马人上去应该问题还是不大的。已经是第三把了，哼！看到没？你看牧马人啊，牧马人都比较有难度，所以下雨的话，真的不建议大家过了。其他大叔都说今天不挑战了，就牧马人。开到这里试一下，第五把啊！毛毛人都恨。想就不要想。他打了市区那个方向，转弯角度不行。下打高速就可以。啊。I'm not going to do it.
你有水的地方停车好吗？你看牧马人都折腾这么久啊，其他的车根本就不用试，因为只是说让这个牧马人看一下，就开到前面一点点就下来，不建议大家上去。他是可有教主的？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但是前面会很滑。就在这里教主算了，啊，就这，对，太高了，对，怕刹不住。看啊，广东过来的牧马人啊。都觉得下雨不安全，所以在这里掉头撤退了，所以建议大家下雨还是不要来，下雨太危险了，对不对啊？确实危险，你看现场看了之后，大家都自觉的不挑战了啊。啊，对，就是不敢下，怕刹不住车，不下来也可以。不下来把他一个人留在上面。我跟你说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上去没问题，但是下来啊，深圳的朋友啊还是比较理智的。玩归玩，闹归闹啊，安全最重要。撤退啊，深圳的朋友。天晴的时候再过来。一把过。他这个可以一把过，他这个可以一把。他打四十打的过得来。对，他开了第四。还有一把，我的鞋一把，我的鞋一把给我，我的鞋，直接加微信，天晴下次再来，对，天晴的。来来来，大家说一下危不危险？特别危险。对，底线。对对对，你。这个地我跟你说。对。不过再给两三个车演一下，根本都跑不了了。对对。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下雨真的不要来。这晴了，这要等个三四天才能来。对对，晴了之后等三四天都才能来。因为他们上面泥巴没干。对，这个跑一下跟那个其他的车根本不用试，对吧？啊。还有没有车愿意试一下？啊，来的高手们！自动，安全最重要啊！对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安全最重要。这还没到最危险的地方，刚开始。其实你们还不直接都人在上面这里，泥巴碾掉了。人都打滑。牧马人倒一下，牧马人倒一下，牧马人倒一下，啊，牧马人倒一下。啊，牧马人倒一下。
OK 啊，今天视频拍到这里啊，欢迎大家关注王晨博办商务屋。下雨的话，真的建议大家不要来。来，兄弟说一下，劝一下后面的车手，下雨要不要来？下雨不来啊！不要来，不要来，危险啊、哦！非常危险的。对对对，其实跟视频看的不一样，是啊，其实真的很危险，牧马人都不上去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么狠的车，所以下雨真的不要来。OK， 欢迎大家关注王晨博办商务屋啊，拜拜。来，特别采访一下这个牧马人的车主，下雨是不是特别危险？下雨打滑，对对，真的建议大家不要来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是下雨天安全第一啊！对对对对，安全就怕领盒饭。OK， 听到牧马人车主的建议没有？真的下雨不要，不建议大家过来，特别的危险。OK， 下次过来玩。好，好，加一下你微信。OK， 撤退了啊！老子吃鸡了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吃鸡了去，上去吃鸡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差点摔到了，走路都差点摔到了啊！也可以啊，街上，街上有，啊，街下面没有，下面没有，街上有。他的意思就是在你们的国际机那个你们的系列。走上去。下面没有啊？下面没有啊？我机全在山上啊，对，对，全在山上。那没有。下次过来了，下次过来了，啊，下次过来玩。啊，撤退了啊。哎，这个车蛮狠，要不要再挑战一下？这个、哈弗嘞？哎，哈弗可以啊。我没那个本事。没那本事。那个东西，他那个轮胎抓力不狠，又不对，轮胎多宽。轩逸啊！哎呀，轩逸啊，狠车。轩逸。啊，今天狠车、啊。今天没有挑战，可惜了啊，轩逸。啊。轩逸每次到我陈伯伯啊，加油往后退，啊，对啊，改天天晴可以来试一下加油往后退的感觉。啊，皮卡车，我那个皮卡车那么长，能离得很不？皮卡车上一天晴应该能上去。但是说一把过一把过很，但是有人过也有人过。他那个短，有的人是不是那皮卡车短一点呢？不是，他漂移过弯呢、啊。他漂移啊，漂移过弯啊。对。男人就该活得从容，世界风情万种，一声叹当别丢了你的初衷，奔波在南北西东、每个人都有差不多的苦衷。